一二三四碗啊，老公。嗯，对对对。老公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收到了点货款，就这么多，不多不多，准备上香给老婆，给她一点惊喜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给她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来来来，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下午讨的货款啊，准备给你年终奖励。真的假的？我不敢相信啊！真的，开不开心啊？开心啊！我的天哪，你第一次给我年终奖，以前都没有。哎呀，此时工资只有400。什么？这不钱吗？哎呀，反正你不要嫌少就好了啊。嫌少？我哪里会嫌少？我还嫌得多呢。老公，说真的，我以前就没看透你。我觉得你就是干大事的人。哎呀，你不要这么说嘛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真的，我觉得我都没有白跟你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去干嘛呀？我要庆祝一下。哎呀，要喝酒啊？哎。那当然了，要庆祝一下嘛。少点，少点啊。庆祝一下。我不喝，你喝好了。来一点，我不要，你喝好了啊。那我喝了。哎呦，不错嘛啊，一口闷。开心啊！走，我们去把它存了。哎呀，大晚上的存什么？明天。哎呦，老婆，你要不要把钱铺在沙发上？啊，感受感受，开心啊！哎呀，不要，哦，这样不好。哎，有啥不好？就我们两个人，没事的。1、2、3、4，4万啊，老公。嗯，对对对。走，开沙发上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好开心开心啊！好。1、2。练功券是啥意思啊？就是影视剧里面用的那些道具钱嘛。你逗我的吧？啊。是不是里面还有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刚才不是就跟你说了吗？只有400。你骗我的吧？啊？哎呀，没骗你，老婆。我跟你说吧，我此时我买了500，就是现金只有400了，我还都扔掉100呢。好玩吗？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难过？又在骗我，拿了个400块，我还以为你对我多好呢，还真的给我40000块钱呢。那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工资迟只有400啊，是你没听清楚吗？好玩吗？啊？干嘛呀？好玩吗？里面还有400块钱呢，你怎么就扔掉了？你知道我心里波才有多大啊？哎，我不是就想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增加点乐趣嘛，对吧？那你看到乐趣了？